如果你用学生的角度，第一个，我们刚刚提过 ，OneNote 是算比较容易进去的，哦，用访客就可以进来。当然，如果您不希望就是您的课程会有别人乱入的话，有几种方法。课程不是一定要开放，您可以选择不开放。好，您可以选择不开放哈。我在这边给您稍微看一下，在这里，我们的课程的话呢，您可以选择开放或不开放。那么今天到底要不要开放呢？您可以从这边自行去决定。预设都是私人的啦，好，私人的。那么同学要怎么进来？有几种方法，您可以手动汇入，也可以怎么样用代码的。像我在这边就有产生代码，比如说我们这里，好，我先回到我们这个，好，您看这边有一个产生代码的功能，点开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一组号码出来，有没有？这就出来了。万一有人觉得这个号码不吉利，有没有？自己就重设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有些人比较忌讳某些数字嘛，你就重设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。等到同学通通都加入了以后，怎么样？放狗咬人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清除代码，那就不会有人进来了。知道代码也没有用。开玩笑，就是说如果您怕就是有人不小心知道这代码要进来了，其实您就把这个代码完全清掉，那么就不会有人再加入这个群组里面。所以这个是还蛮不错的方式。再来，我们刚刚看到的，平常老师用的主要还是以简报为主吧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是大家都是以简报为主，可是教材事实上可以很多元，所以我们刚刚有看过，那刚刚也有看过有没有不一样的评量方式。再来就是上课的这些教材内容，它不一定要怎么样，在学校里面，有些我们学校有些系统是有规定是学校 IP 才能够看的，对不对？那它这个因为是属于开放的。所以在只要连上网络就可以看，就可以看哦。再来，它可以做笔记嘛？我们刚刚讲的有文字式的笔记。其实呢，如果您装了我们刚刚那个扩充工具之后，您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图像式的笔记。比如说，您看这边的哈，我找一个给您看一下。假设它进到这个教材来看，好，它进到这个教材来看，可是它发现呢？我用文字式的不够，这个时候可以用所谓手写笔记。好，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上面这个地方的手写笔记，你可以把它按下去，它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画面拍照，自动拍照，有没有？就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有笔记的工具，你可以自己来这边做笔记，也可以打入文字，也可以打入文字。好了之后，按下提交之后，我们的右手边就会跑出所谓的手写笔记。它现在那个画面还没抓完哦，还没显示出来，就是像这样。但是这个它会有把那个画面抓下来。我们这边是好像现在连线中还没弄完，还没弄完。不过大致上就是像这样，就是等于说你的画面就会在你的笔记里面出现了，这样比文字式的笔记来的容易一些。好，这个是你装了这个扩充工具之后它有的。那么如果说您是刚有提到的，假设你是属于影片题，比如说这一题，那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哪一边才做的笔记，它会帮您记录那个时间。好，它会帮您记录那个时间。好，比如说像这样，我按下去，我跳到后面来。好，假设我到这边，那我要按下手写笔记，我就不用画太多哈，比较。您会发现在这里有没有它有帮我们记录时间，所以下次呢，您要看这个笔记的时候，假设我现在跳到别的地方，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笔记时间，它就回到那个地方去，好，就回到我们影片会回到我们这个36秒的地方，这样您在看笔记是就比较有感觉了。好，这个是 OneNote 扩充工具里面比较特殊的。所以这个是笔记。再来，当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在那里提出，有很多地方像我们学校数位学习平台一样都有提供提问的功能。那么 OneNote 它比较特殊，就是在教材里面也可以提问题，教材里面也可以提问题，所以老师就可以在同一个教材上面，下面就看到，同学是在这边问问题的，那您会收到通知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如果用学生角度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，这样这些资讯。